要外出了，等会要先去旧剧场。干杯。嗯哼 ，Let's go。Let's go。嗨，大家好，刚刚我们是来旧剧场体验他们新的一个午茶的一个消费，他就是今天体验的是这个午茶，一个人是300多块，两个人是770块日币。来，三年前是到旧剧场，在过马路走过去大概5分钟，有一间闻香处，可以一边喝茶一边用电子煎香器品闻这个香材这样，但是那边已经歇业了。那这边是总店，总店就是本来现在在的这个空间就是全部都是文具，但是我们今年来的时候，这边把它变成是另外一个氛围，就是卖一些比较精美的布艺，那反而是斜对角变成它的这个书局专卖店，这样老字号的文具就是到斜对面。那它的历史你要跟大家讲一下。历史，它就是1663年前成立的一间书局店，就是到现在很多文青他们还是或者是长辈要什么毛笔啊、铅笔啊，还是都会说来去旧剧堂，就是代表他们的知名的品牌。像我们在台湾可能买毛笔要去什么盛大庄，对，类似像这样。但是旧剧堂是我们这次要这个体验的，想体验最资深的一个历史是360年。像松隆堂是318年，但是旧剧堂是已经360年了。对，就是它这间，像我们刚刚吃的这个一小杯的这个煎茶跟这个马卡龙，不要小看这个马卡龙这么小，只有50块钱硬币大小，但是它这个是跟这边知名的法国餐厅 Motoya 的这个可可覆盆子马卡龙，跟这个知名的热烤绿茶。你只要花好吃，两个人700770块日币，对，那就是770的话多少钱？而且现在都没有人了，好舒服哦，那无价了。770日币等于178块，两个人178，对，一个体验。虽然这个椅子矮矮的，这个椅子在对面也有卖，没有办法滑电脑，没有办法像去星巴克点一杯咖啡坐很久，这纯粹来日式体验这样。等一下可以去逛一下，反正没有的。好啊，书局，但等一下没有，我是说这边先逛一下。好，现在换女生的店员，真的买个香，他们都很有礼貌。已经回去休息了。对，虽然他已经这个366年了，可是他的店员都不会讲英文。你怎么知道他不会讲英文？每个不太一样吧。对啊，我想要买茄罗太贵了，我买沉香就好。你可以先试闻啊，再决定。好啊，那我们来去买香啊。那是这样就有香气啊，一人一点点的、啊。嗯，有。Can open？ 啊，对。哦，没有很多只了，就没有。大家都做紫色的。我想要买白檀、沉香，或者是这个茄罗太贵了。买一个沉香回去感受。你用问他可以试闻吗？没安全。这个是用问他，他应该是、听不懂。不然他会紧张，你直接用讲的不就？可以烧来试闻吗？烧来试闻，可以试闻就好了。不是他试闻，他就觉得是干闻呐。哦，你刚刚没有看到？我没有看到。可以点来闻吗？啊，这个是进来的，是OK。难怪他要刚刚就是闻盒底这样的。闻盒底。对啊。Try this one。灰烬，对，我不能讲英文哦。
白檀可能是他们比较熟悉的香气。嗯。你怎么懂？是最苦。嗯哼。二十个。哦呀。你几包？嗯，没。20。嗯哼。Right。嗯哼。这个是檀香。哦，这样我们就有闻到了。对呀、啊。所以这样是多少钱？这一个的话是白檀是770块，就是这个、跟我们刚刚一样，178块，跟我们喝茶的一样。啊，178块可以买一个。好、啊，那你不是要再看那个，看可不可以插在上面吗 ？So can use this, right? Hold 是可以的，嗯，嗯哼。嗯哼哼，哦，这个是不对火，对，不对的话，我还没有粗一点的，对，ちょっと不对火はこっち側です。こっちの、こっちの。これはちょっとこっち無理なんで、こっちもない。Big one, small one. 啊哈。啊，这个是香塔。哦。香锥，他们讲香锥。啊哈。那这里为什么比较贵？这里现状香香水香，可能都是复合的。那你问他这两边有什么不一样？好，那他又讲日文啊？你就用日文讲啊，你用讲的就好啦。不是不是，我这两边有什么不一样？ちょっと待って、ちょっと待って、ちょっと待って。他又要写。他听得懂哎。他会写中文呢。香木啊，嗯呀呀呀。这个叫什么？胡萝卜。哦，胡萝卜。胡萝卜。香水。跟精油香。哦，香水香啊。对，是呢。说，哎，你会讲吗？因为我在看日剧啊，我有白看。OK。嗯，要买一个，买一个白檀。嗯，120几块。嗯，一个我们喝茶一样，178。花香实在没有兴趣。嗯。天津。哦，两。天津。哦，是的，是。这是什么 ？Mix blend 的 ，mix mix blend， 哎，所以我可以听得懂它的英文，六种 ，mix and blend， 有 blend 是什么？就是搅在一起的意思。嗯，那这是它的名字，这个是菊花，菊花的味道。The name of this incense, right？ 嗯 ，name， 哦，意境，它的意境是这样。What's this? 有荷叶。Samura。Samura 啊，哎，对 ，Jiju。Jiju。嗯。这是梅花的香气。我觉得跟他们买东西还蛮好玩的。对呀、啊。这是黑土、啊。黑方。黑方。你可以摸摸看吗？你这样，你不是小婉这样不太礼貌，你要先拿给他。哦，好。嗯。对，你先跟他讲说要一个这个嘛，他就会帮你处理了。嗯，那你说，那我们用这个来说。嗯哼，我跟你顺便说明一下这个怎么用哦。我要一个这个，这会不会太小声了？对，拿着这个，过来，嗯哼，然后你要什么？这个就好了。哦，那你不是要买那个？这个990块钱，238，238。这个就是这个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哦，还是有不一样哦。这个就是这样子卖的。对啊。这个香茗是它，
哦，这个黄铜片还好。嗯，还好。嗯，但是这个是比较有一个纪念意义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哦，这可以买一个，330块。好啊。好、哦。Coco， 还有一个字，一兆字，来，嗯哼，一兆字，有什么不一样 ？So the different from that is the different。これは何が違うんでしょう？と香りの成分が向こうはお部屋、インセンあのフロフロドーム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。You can speak。You can speak in Japanese. こちらはお部屋用。あ、こちら用。もっ、Okay, use this. こちらはもともとは仏壇用。あ、そう。了解拜拜用的。もちもち用。哦，拜拜用的。そうです、そうです。嗯哼，哦，比较长的是那个用的，嗯，应该也没有佛龛用的，但很长。这个是比较短的。好 ，It's shorter, right? Than the. 啊，不加这个样子。It's longer. Yes. 哦，长一点点。嗯 ，OK. 分かりました。嗯，就这两个嘛。OK, two.Thank you. Thank you very much. Mm-hmm. 1,000 yen. Yeah.他们都有一个包装布，下面都是那个包装纸。嗯，ありがとう。啊，那等下你求我开日文的，你开英文的。那也可以啊，也可以。等我那个充好电就可以了。嗯哼。但他们拜拜还是这么短的香。这样燃烧比较快，可能他们空间小，可能他们时间比较紧。嗯，不像我们台湾还要尺三尺六那么久，总共1760。OK， 阿里阿多，好 ，Let's go。OK。呀，阿里阿多，啊，你要去蚊香处。这里要去逛吗？不。啊？不。不用。嗯，我就卖笔，卖文具。你要不要买一支笔？毛笔啊？就你在旧居堂。你先带我去啊。就隔壁了。啊？这里啊？嗯。哦，没开了。虽然看不懂。蚊香处，这个就是你蚊的价钱吗？对啊，上次可以喝一杯煎茶，一个小点心，然后看你要蚊茄螺，就是1320块钱日币。嗯哼，如果一般沉香就是550块钱。那这样子多久时间大概？嗯，可能10分钟。它就是那个电子煎香炉，它会设定给你看的时候。端到你这里就灯就亮亮的，然后大概10分钟，它灯就熄掉了。那你可以做多久？嗯，没有限制。有一个小时吗？它那个至少正常座椅高低这样，像刚刚的就矮矮的就。哦，没有限时就对了。对啊。哦 ，OK， 好，我帮你拍张照片啊。